当猴王天花板星币撞车鼓励协会的会长亚瑟王会是什么样的体验，并且不是对手而是队友。本以为两人会上演一场世纪大战，没想到却是强强联手，默契配合，直接把节目效果拉满。那么亚瑟王加青帝的组合究竟能打出什么不一样的操作，就让我们以两人的双视角来看看。进入游戏，青帝正常蓝开升到四级，就来到下路支援，帮亚瑟王抢完河蟹就发出信号来到草里埋伏。元哥本想探草，结果直接被青帝三棒子送回泉水，而亚瑟王也成功混到了助攻。不过很快亚瑟王也出现了失误，这波就在准备打传送花的时候却被西施拉倒，亚瑟王眼看情况不对，立马选择撤退，奈何最后还是因状态不佳被元哥收下。与此同时，青帝见亚瑟王被击杀便迅速赶来支援，没有技能的元哥还想试图操作，结果直接被青帝轻松拿下。接着打出优势，青帝就准备带着队友开暴君，就在打到一半时，不料元芳却还想抢夺，结果青帝二话不说一套技能就差点带走元芳，好在太乙及时放出大招才将其救下。随后青帝继续回到野区刷野，岂料宫本却在草里当起了老六，一言不合就从背后偷袭，两人展开皇城 PK， 可打了一套下来还是青帝更胜一筹。带走宫本后，青帝再带着亚瑟王入侵对面野区，元哥还想过来查看，结果直接被打成了英雄碎片。与此同时，亚瑟王也在弹幕的提醒下得知猴子是青帝，于是为了抱住大腿就跟着青帝四处支援，果然这波在青帝的带领下成功拿到人头，虽然最后自己也倒下了，但好在青帝却打得十分凶猛，直接无人能挡。不过很快亚瑟王也出现了失误，本想带着队友推掉上路二塔，结果却因站位靠前被西施拉倒，面对敌众我寡，亚瑟王根本毫无还手之力。虽说亚瑟王倒下了，但青帝却很稳，不仅保持着零死亡次数，经济更是位居一号位。为了能将局势更大化，青帝立马带着队友找对面开团，西施只是多看了一眼就被无情顺秒，紧接趁着对面少人，青帝顺势拿下暴君，然后再集合队友准备强推上路高地。亚瑟王顶在前面扛伤拉满，青帝则在侧面寻找机会，双方团战一触即发，可最终打了一波下来，双方都是旗鼓相当，不分上下，眼看推不了，青帝只好带着队友撤退。随后青帝拿下主宰，继续带着队友卷土重来，鬼谷子顶在前面率先开团控到敌方两人，青帝跟上输出拉满，在队友的配合下利用身法猴秀的对面头昏眼花，宫本和元芳来不及反应就被瞬间融化。此时对面还剩下三人，就想带着队友一波平推结束比赛，面对我方五人的火力强攻，对面根本招架不住就接连倒下，而这把在两人的强强联手下也是很轻松就赢下了对局。等游戏结束，青帝也是打出了 12.0 的评分，斩获 MVP。 反观亚瑟王这边则被弹幕疯狂带节奏，并说亚瑟王就是躺着上分完全没有作用，怎料这却引起了亚瑟王的不满，立马霸气回复：不是，请问我这战绩有什么问题吗？啊，我打的也不差呀兄弟，为什么呢兄弟？青帝打的确实好呀，对不对？我前期也跟他配合了好几波呀，打的也不差呀，这边路就是这么玩的，得配合着队友的来呀，你不能说队友在 C 我还得去给他抢过来，我来 C 是吧？没有必要你知道吗？你哥这个现在这个分段这个分有什么问题吗？啊，你要不你往那个亚瑟你来试一下啊，我这个胜率请问又有什么问题吗？啊，我这赛季玩了1000多把55胜率怎么了？巅峰赛全是自己单排的，巅峰赛全是自己打的，然后排位也是自己单排的，我全是一个人打的，我没有跟任何人双排五排，打这分段请问有什么问题吗？请问要不你来试一下呢，300多名请问有什么问题吗？一个两个的叫的不停了是吧？